你会不会想一点，想早点出来创业？他讲他不会。是哦，为什么嘞？那时候是28岁去到新加坡，35岁回来开美容院，然后到今年开自己的一间 SPA 的店。然后他讲说，其实过去这种都是一个沉淀期。他讲他没有觉得很可惜，他觉得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期、沉淀期，也还能够沉下心来，真的是深耕，然后做精，然后才来去创业。就当你自己从零爬起来的时候，才会很珍惜，你才会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可贵，不会随便去挥霍它。他讲很多人就是因为随随便便创业，是又创业，不是又创业，就变成最后很多失败。但是他讲是需要经过一个沉淀。他讲说他相信每一份的工作都能够让你得到一些什么，可是是因为这份工作让我很清楚我不要什么。老板娘就讲，对啊，这是这份工作让你确定了你的目标，其实他很正能量哦，他很正面，对，他很正面，他就觉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呢，都是让你变得更好，嗯，只是你当下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啊，很什么，那我们就回想一下我们各自的创业的过程，是当下真的是很辛苦，他当下也是觉得很辛苦，可是在往回看的时候，好彩有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。就是好彩有他那份经历，就是付出跟回报不成正比，是领一份工资，可是却要做老板娘做的工作，才造就了他的能力，才给他现在的创业起了一个基本盘。如果他没有那份经历，他可能现在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就会让我们去看待现在遇到的挫折啊、困境啊，其实以后回想下来，这些都是一份很宝贵的礼物，这些经历以后都会帮你带来一个独特的成就，可能你情商会很高，可能你智商会变得更高，可能你财富会更多，这些我们都不知道。 Hello bro， 我感觉就是我觉得高很高中哇，在一年头已经做到 Life Plus 啊，好像做梦这样就过了哦。And then challenges 啊，我的 copywriting 吧，我觉得拉慢了整个进步。我是不喜欢做了，我一定要做的了。这样你一定做不好的。就会去选。我可以跟你讲，你不喜欢做这件事啊，你一定做不好的。你觉得他们哪个东西可以来做梦？低成本获客。是因为内容。我记得，但是有一些在做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个坦白。对，嗯。如果我们在同期学定的话，是觉得卖的有趣的会便宜。OK， 就这样子，完了，加油，拜拜。我刚刚才跟 Ben 结束我跟他的这个 meeting， Ben 跟我其实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我们也是每个礼拜都要进行一次这样子的会议，就是我们会互相分享个人的好消息、个人的挑战等等。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动作？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模式都是在线上的，但是远距工作大家都知道嘛，一定会有沟通上的问题，想法上可能不会统一啊，会随着时间的拉长，我们会渐渐疏远，我们可能都会慢慢的偏离轨道，而这一周一次的这样子的会议，就是可以把我们两个人重新拉回正轨。每周都会去回顾一次我们的年度目标，从舒适圈拉出来，可以互相督促，互相统一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目标、我们要做的东西。
Hello， 美珍。哎，我看你发给我的两个影片效果，我觉得有点太多了。就是那个 effect 可以不需要，开头可以配一个简单的字效，然后配一个镜头的那种效果。接下来一个月哦，从我的 YouTube 这里去剪十支影片，这应该是足够一个月的量。OK， 大概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要说内容。那有人就问 Viva， 你的动力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这么努力啊？那我以前其实也不是这样的，我也是一个想说得过且过，生活过得舒服就行了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我就转换了我的思维，这是因为我找到了我的 Why。而当你知道你的 Why 是什么，你就知道怎么去找到那个 How， 也就是怎么做。当我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我有了女儿以后，我开始会思考我能给她最好的教育是什么。在我们大多数人普通的背景来说，读一个好的大学，有一个不错的家庭环境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对吗？但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最好的教育就是能够让他有机会走出去看看，看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样的，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多么多种，看看这个世界的文化有多么独特。毕竟啊，留给个人最好的财富也不是什么高学历文凭，而是帮他建立起他自己的思想，带有独立的思考能力，在发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会人云亦云，不会大家都做什么他就选择去做什么。我希望我有能力能够把他的这个独特性给带出来，把各种事情经历一遍，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多面性一点。那第二个坏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中间的人生给过好，这是我追求的。那么听完了我的动力来源，那你的 why 又是什么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哦。那好了，今天就是网络创业者 Will 的一天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类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让我知道。我也希望能够用这种生活化的方式，用这种不同的方式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人生的思考以及成长。那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《富人俱乐部》，我们下个礼拜见，卡。